感恩大慈大悲观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跟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卢金宏台长师父，你好，大家好。他准备发言了。我们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我是1989年属蛇，属蛇。89年属蛇的。对。哎呀，这个小弟啊，小弟，你身上有个灵性啊，控制你啊，你这个脑子经常胡思乱想啊。对。你会经常看见一些东西，不该看的东西。对。感恩。小弟啊，你这个身上这个灵性呢，是有点功夫的，有点功力的啦，他很厉害，他可以看到人家的前世，可以讲出很多人家不知道的东西，你可以说对不对啊？是。啊，台长爷爷叫你看看，台长爷爷，你看看台长爷爷的手上有没有菩萨？有。你记住了，小弟啊，你要记住了，你不能让他老在你身上的。像你这种情况，如果他老在你身上，你如果在农村，你就是像一个巫师一样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他现在主要一个在你的脑子上，而且呢，他很喜欢盯着一样东西吃，所以你会吃的很多。有。他呢还很喜欢小便，所以他经常让你到卫生间去小便。有。你一定要对他啊客气一点，又不能把他赶走，你要跟他经常，他会跟你说一些要求，叫你去做这个，叫你去做那个。对对。你呢就自己啊好好的念经，你说我念小房子给你啊，希望你我还的债以后能够还清啊，你能够放我一马啊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很对。你妈妈给你念了很多小房子了，有时候她要，有时候她在你嘴巴里说我不要小房子，有没有啊？哦，跟我多说，对对，看见了吧？他有说，够了，够了。对了，他因为什么呢？他不想在你的身上离开，因为灵性他很可怜，他没有肉身，听得懂了吗？他不能在人间生存，他只能飘，所以他如果找到你这个肉身，他在你身上，他可以叫你去做这个做那个，你就必须去做，做了之后他就很满足。其实你吃东西都是他在吃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那么你现在学不学念经啊？要学。赶快念啦。好。好吗？好。你念心经他会比较开心，你念大悲咒他就比较伤心，他因为怕，听得懂吗？多念心经是吗？对。好。晚上他就来了。好。一直到早上5-6点钟才离开。对对，好好，感恩。好吗？你的边上是你妈妈是吧？是。请师父接求我好吗？平安。你妈妈妈被你弄死了，就你这个病，你妈妈被你弄死了。你妈妈过去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，现在弄个像老太太一样的。哎呀，师父可以说几张小房子给我一半。你还要给他670张。
好。好吗？好。给他670张，你自己要有信心。你现在脑子不糊涂，其实你很清楚，只是他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会比较糊涂。是，很对，很对。他灵性不在你身上，你就什么都想得起来啊。有时候灵性在你的身上，你平时很爱你妈，但是灵性在你身上，你会骂你妈妈的。都有，很对，很对。你们家里那个佛台啊，太小了，叫你妈妈大方一点，稍微弄一个好一点的佛台，菩萨都来不了啊，这佛台很脏啊，弄得堆得一塌糊涂，好像还有神仙也供在上面呢。听得懂吗？有。你妈妈过去好像其他的佛也拜，其他的神也拜的。有，是，很对，很对。听得懂了吗？你妈妈有业障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妈妈怕见我呢，我告诉你，你妈妈有业障，你妈妈过去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也不能怪她，为了你，对吧？感情上出过很多问题，必须要忏悔，叫你妈妈念108遍往那个礼佛大忏悔文。好。你妈妈国语听得懂吗？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好好改毛病啊，要忏悔的，明白了吗？好。师父，可以帮我妈妈看图腾好吗？你看这种儿子已经自己这样了，还想着妈妈，所以有时候缘分这事情真讲不来了，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了，不要轻易去伤害别人，伤害别人你一定会慢慢的要回报的，所以人很苦了，明白了吗，小弟啊？好，感恩爷爷师父。给你妈妈看看吧。好，你妈妈几年属什么的？妈妈1959年属猪的。属猪，忘记。卢才讲，我不很清楚了，因为我逃难了，就是。你的出生不清楚。对。那你几几年生的也不知道。请再问卢台长，因为我这个孩子 他已经病了10年了，每一年的冷天呢都回来，他每次回来我都很伤心。好希望他经过去去年呢，他念卢台长的经念到得很好，他不用吃药，不用打针，好很多。这边的师兄们都说你精神好，你不用吃药的。他说不可以的咯。我你现在要记住了，首先帮他继续念经，第二这个经文不是台长的，是观世音菩萨的经文。第三，这个孩子如果吃药不要停掉，慢慢的停，听得懂吗？跟医生说减量，明白了吗？你现在自己知道你主要是身体不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，你的妇科会出毛病，会长癌症的，你一定要当心。已经有过手术，听得懂了吗？自己好好改毛病啊，你不能再让它发了，再发的话你会得膀胱癌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自己好好的努力了，叫你帮你儿子好好领大。好吧，好好帮他念经。小弟啊，你自己好好念经，帮妈妈也以后好了之后也帮妈妈好好念经。你是个男子汉嘛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啊，要保护妈妈，对不对啊？刻苦。要赶快把身体治好了，因为你这种病医生很难治的，是灵性病，所以台长爷爷帮你治好了之后，你就好好的对妈妈好一点。把该还的债都还完，不要再去欠来欠去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好吧，好了，好好努力吧。哦，我们的业障自己背。好了，好了，嗯。
请卢台长看我的身体。一个肠胃，一个妇科，心脏跳动比较微弱，没有力，四肢无力，手脚经常发凉。对。好好念经啦，明白了吗？你有一次差点死掉。对。我告诉你，那次死了就死了，是菩萨保佑你的，因为你还有一点善心，你曾经过去到庙里也去拜过佛，跟地藏王菩萨结过缘分。到庙里啊，有一段时间去供养过地藏王菩萨，所以菩萨给你这个时候，你有一次拉走的时候，就有护法神保佑了你，感恩，让你活下来了。所以任何一个人都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举动都只能做善，不能做恶。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做了一个善，帮助了一下别人，哪一天正好用得着人家的时候，人家就帮了你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进来我好像没有记性一样，好像无理无途一样。好啊。哦，他身上还有个打胎的孩子啊。你掉过孩子啊？很多啊。啊，赶快念掉呀！还在。对，因为我没有精神念太多，因为我好像要打理啊，接的很久。你一定要念的，自己的孩子自己掉，靠谁帮你念啊？只有靠自己。因为我要帮我这个孩子念第一。这个不是理由啊。你自己自度度人，你连自己都业障都没还完，你给儿子念出来的质量也不会很好，听得懂了吗？我真的不想讲了。他跟他儿子两个人夫妻上辈子还不完的债。感恩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。好了，好了啊，好好念经啊。